你前几天不搭理我，我是在套路我吗？不用怀疑，就是。你就学习。你还不是上钩了？这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？是啊，老板，你不会刚好有伞吧？伞没有，但是多出来一件雨衣，你们要吗？你什么眼神？你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你落头鸡啊你！你现在特别像我邻居家那只狗掉水里。那我告诉你，什么叫猛狗攻击。这什么姜汤，一股子中药味儿。有药味就对了，这我们家祖传的板蓝根姜汤。板蓝根加姜，加了这碗姜汤，咱可就是共患难的真朋友。谁跟你共患难了？我挺喜欢。你这人口味真奇怪啊，你还有什么奇怪的嗜好？我喜欢跟神经病做朋友。随便你怎么说，我心大。我知道谁适合跟你做朋友了。谁啊？刚刚给你送书那个八一五女孩啊，人忙事多，给你送本书还是扔快递，专门来学校一趟，这摆明想见你一面嘛。我爸跟他爸以前是同事，我们只是认识而已，而且他是来报名校庆主持的。那你去报名男主持啊。我去。给我张主持人报名表。江一美同学，你这个学生会文艺委员当得挺称职的嘛。为了这个校庆我都快忙昏过去了，我都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真是来报名的。